尾段制作为半桶四出，尾试管是114尺寸。至于这个桶身的构造是使用回压学的，有运用阿玛的60阀门。如果在挡气的时候是导右边，小升的路径。主要的冲程路径是经由阀门，左侧为大升的路径。测试我们滑门用关闭，好，加速。